嗱，接住落嚟咧，為大家送上嘅咧就係一套折子戲。呢套折子戲咧就係叫做《群英會之小燕》，為我哋演出嘅兩位朋友咧就係司馬翔先生同埋悠悠小姐。司馬翔先生係國內一位著名嘅演員，而且咧係師承曾慧小姐同埋歐海明先生嘅。悠悠小姐咧，佢咧就係曾經咧。連埋今次咧係第四次演出折子戲嘅，佢話戰戰兢兢，每一次比每一次咧係俾自己一個考驗喎，咁啊嚟一個考試添啦，咁啊佢話第一次咧做呢、這個血濺未央宮，第二次就打金枝，第三次咧亦都係徐公十載菱花夢，今次咧送俾大家咧群英會之小燕，好有請兩位。
再行年少慢叫，哪里有话声照飞颠。Oh,
you
世万丁啊亮